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2022年汤姆斯杯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队2比3不敌丹麦队，无缘小组第一，最终中国队以小组第二出线晋级八强。国羽在对阵丹麦队时本来有机会取胜，虽然第一场陆光祖1比2不敌安塞龙，但随后刘雨辰、欧选义、李诗峰连赢二场，中国队2比1反超。第四场男双和济廷周浩东0比2告负，比赛进入决胜场。最终翁宏阳遭遇维廷修斯，但小将连赢后输1比2告负。总比分中国队2比3不敌丹麦队，虽然晋级八强，但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丹麦拿到小组第一，因为无缘本次汤姆斯杯的小组头名，这就意味着中国队将迎战其他小组的第一名。目前羽毛球汤姆斯杯的淘汰赛抽签仪式也全部敲定。经过抽签，中国队在本次汤姆斯杯被分在了上半区，他们的对手是去年汤姆斯杯苦主印尼。在去年的汤姆斯杯的比赛中，中国队曾经决赛输给了印尼，如今两队也是提前遭遇。中国队想要冲击四强也并不容易，不过印尼想要战胜中国也是不太轻松。印尼在上一轮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更是以3比2的比分险胜韩国，印尼的也是有些轻敌。他们的头号一单金廷已经是在本次汤姆斯杯遭遇了3连败。金廷在目前世界排名当中，尽管是排在了世界男单的第5名，可是金廷自从在去年东京奥运会获得季军之后，表现就碌碌无为，本赛季还输给过中国小将翁宏阳。此外，印尼队的另外一名主力球员乔纳坦曾经在本赛季的韩国公开赛输给过翁宏阳，可以说翁宏阳更像是印尼双子星的一大克星。尽管翁宏阳在上一轮比赛与丹麦的对决当中输给了维廷哈斯，中国落位上半区签运不错，上半区中国台北和日本也都有软肋，不过翁宏阳也急需证明自己的能力。翁宏阳能否登场，还需要看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如何去排兵布阵。目前陆光祖作为中国男单的头号人选，再次以一号男单的身份去迎战金廷，应该是有很大概率。陆光祖也期待再次证明自己的能力，上一轮比赛遗憾输给了安塞龙，他也期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送金廷在本次汤姆斯杯4连败，为中国队拿到关键的一分。陆光祖在上一轮比赛遗憾输给了安塞龙，遭到对手的逆转，但他还是有能力去挑战世界顶尖高手。此外，赵俊鹏、李诗峰和翁宏阳三名球员都有机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去登场。另外，男双方面，欧选义、刘雨辰是目前中国羽毛球男双组合当中最稳定的组合，而印尼方面，阿尔弗兰和阿迪安托是他们最稳定的保障。阿山和亨德利年龄偏大，战力下滑，可是在二号男双的比拼当中，印尼队总是更换组合去参加比赛，这也是必会影响球员之间的默契。而中国队无论是周浩东和济廷，还是谭强、任翔宇，两队单打和一队双打都存在弱点，中国队也有望上演复仇之战。综上所述，八强战中国队将遭遇卫冕冠军，期待国羽健将们能够王者归来，力拼今非昔比的印尼队再次创造辉煌。具体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